觉得是就是一件很棒然后很美的事情，特别是如果是在团契里面的话，因为如果有在团契啊和没有在团契的差别，那就是我们在团契的人会有比较多服事的机会，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是青少年团契，然后我们一起就是我们来带领这个祷告会这样子。嘿，那我们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我们这些青年呢都会干大家分享一寡，就是可能是在团契中的学习啊，或者是那段经文，然后我们在生活中，或者是我们在服事的经历。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的服事，青少年团契的服事的那，就是过程这样子。像每一年我们都会古板黑贝尔戴欧底都会举办灵修会，然后今年我们又以平时。就是每一年更早，提前更早，然后来准备。就是我们不断的开会啊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学生，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很不足，所以我们就是提早很多，然后我们一直不断的开会开会，到现在其实开了真的很多次会这样子。嘿，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很可贵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啊，以前或者是。要开始之前，就是我们都会做个祷告和敬拜，就像刚才那样子。然后，或者是等一下我们会一起祷告这样子。就是我觉得祷告和敬拜啊，就是在你做任何事情之前，就是最重要的。嘿，就像我们不论是儿童礼，我们在今年准备儿童礼的时候，儿童礼是一点半开始，但是我们今年啊，我们会在提前差不多。提前一段时间，然后我们就一起聚集在一个地方，然后我们就祷告这样子。然后在灵修会的时候，也是我们那三天当中，我们也是常常的祷告，然后常常的敬拜。因为其实祷告真的很重要，就是有一个基督徒真的是很重要，因为祷告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类似，就是根本吧，就是。祷告就像我们的武器一样，嘿，啊，祷告真重要。如果啊，如果你做唔使，啊，一个你都无祈祷，一信，无祈祷就无信心到当家，就是没有圣灵与我们同工。那其实这样的话，如果没有圣灵与我们同工，那我们所做的服事，其实在上帝眼里其实都是做白工。所以我们就是要分享，就是。我们服事的时候啊，就是都要祷告，之前祷告敬拜的事情做重要的，嘿，然后就是我感觉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就是在跟我们这青少年讲，阿弟年轻的时候啊，用年轻的生命，然后来为耶稣发光发亮，真正是做有价值。啊，完了后，我得请我的青少年，然后来讲。分享一下伊的经历啊，是啥物话过？大家平安。今仔日要讲我伫团体学习的代志。
我本来是柳营教会的小青年，然后因为柳营教会他本来没有青少期，所以我就来新营教会参加青少期。然后因为就本来是就是国小毕业，然后进入国中就要参加青少期嘛。那因为越来越大，然后所以就要开始学，就是开始服侍。那服侍的话，因为我本来是会弹琴，可是不是弹得很好，那就是就是在团契中我本来我自己嘛就是比较内向这样子的，然后就是在参加团契之后，就是开始在各线上有改变啊，然后在服侍上，在做任何事情上都有改变。那在服侍的部分，因为本来我学琴只有学一年，就是学外面的古典那个只有学一年，然后之后就是请教会的姐姐啊，还是比较会弹琴的前辈教，然后本来就是对自己在对弹琴的部分比较没有信心，然后就会害怕，然后那就因为刚刚宋阳分享的那一句经节，就是不要小看自己的这段经节呢，就是让自己能够更有信心，更有就是让自己在服事上能够更有信心来为神服事这样。然后我的分享到这里结束。其实我都爱去祈祷，
因为每一次我咧我爱佛财时阵，我拢会祈祷，因为我其实我无啥，我无无啥会晓，啊，我拢会求耶稣来帮助我安尼，啊，我会分享到遮。